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圣经上问我们说，是什么阻碍我们到神的面前？是疾病吗？不是。是灾荒吗？也不是。是瘟疫吗？更不是。我们因着神的恩典，今天大家一起来刚强壮胆在神的面前，愿神就赐下医治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赐下勇敢的恩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。我们无论怎样都要来到神的面前。阿们。因为这里有神的荣耀。请弟兄姐妹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，我们一起来回想我们跟随主的道路。是主先爱了我们，阿们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
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当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荣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战泪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荫下，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。你应许不要动，自始至终永不落空。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当你找到我，再次让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。当你找到我，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。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。Shut up.
随你即时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战泪永远不后悔。弟兄姐妹对我们自己说，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主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，你应许不要动，此时之中永不落空，未来在你的手中，我不忘初衷。弟兄姐妹，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对主说，当你找到我，主啊，是你先找到我们，再次，当你找到我，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攀岩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攀岩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回想这恩典之路，多少次的风风雨雨神帮助我们度过，多少次的患难神使我们坚固，感谢主一路带着我们，有眼泪有心酸，更有欢笑喜乐和赞美，阿们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和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主。哈利路亚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生当中
神的手一直在牵引，直到如今。让我们今天早晨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我的主，与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就为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你亲自来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疫情一波又一波，困难一重又一重，但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是一条盼望之路，是你在牵引，在带领，我们不惧怕也不惊慌。今天早晨就把我们的教会，把我们的城市，把我们的国家再次仰望交托，因为我们知道越是在黑暗的年代，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时刻，你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盼望。再次感恩你保持今天早晨也厚厚来遮盖，让我们今天早晨得下你赦罪的恩典。祷告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